Thank you.
e aprender a...여보哎怎样好困难啊。这次我想讲一句，就是今天唯一的麻烦就是这一个星期因为这个演唱会，所以我有点麻烦，真的是感谢你啊，就是接受我吧，这样子。但是今晚是我的，他不懂得讲话，我要打机就打机，我不冲凉就不冲凉，我要看歌。谢谢你啊，我发现没人打了，没人打了。OK， 继续了吧。Sorry.
做人或者不必要得到最想，如为快乐设想，就祝福我俩。